早不知道是大白脸。李明浩，李明浩，阿里郎，衣服得穿。너무감사하다는말부터해야될것같아요아직부족한그것도타국의배우인저에게보내주시는사랑도감사한데또이자리까지함께해주셔서정말감사합니다저역시여러분을만난다는사실이큰설렘이었지만어떻게해야여러분께즐거운추억을만들어드릴지저에게이번팬미팅은새로운시도와큰모험이었습니다배운다고배우고열심히해보려고도했는데어떻게오늘즐거우셨는지저잘모릅니다하지만여러분들의큰사랑으로만들어주신오늘이시간저는지금너무행복합니다저에게는평생아름다운추억으로기억될것같네요이짧은만남을뒤로하고이제다시여러분과헤어져야하고비록서로가멀리떨어져있지만항상제게위로가되고용기가되시는여러분들을위해더열심히노력하는배우연기로보답하는배우가되겠습니다제게주시는여러분들의넘치는사랑여러분이있기에제가지금여기서있다는거잊지않겠습니다
오늘 저와의 만남이 여러분에게도 평생 간직할 수 있는 아름다운 추억이 되길 바라며 우리 다시 만날 그날을 기약하기로 해요. 여러분 고맙습니다. 늘 행복하세요. 고아입니다. 刚才在后台我隐约有听到有很多女生在哭，哎，然后我还听到那边有一个女生就是很大声的喊出李敏镐的声音，我就刚才都有听到。我知道今天其实很多朋友来到现场没有机会站在这个舞台上跟她零距离接触，有可能你很少有机会可以跟她像我一样近距离接触，所以我希望在这个时候我想让李敏镐对大家说一些安慰的话，好不好？对所有二楼的，还有可能比较远的，甚至于可能这次专门是来到北京的朋友，说一些话好不好？네일단피아노연습할때정말한번안틀리던거였는데또긴장을해서그런지틀려서다시했는데끝까지들어주셔서감사하다고먼저말씀드리겠습니다。他说我先说说我刚才弹的这首钢琴曲吧，刚才呢也因为我平时并不是一个这个擅长弹钢琴的人，是专门为了这场粉丝见面会而练的，所以刚才也是上台非常紧张，出了一些小小的失误，但是大家还能耐心的听我弹完，我非常的感动，谢谢大家。그리고정말이번팬미팅이저희에게도너무나즐거운추억으로오랜시간남을것같고저와같이여러분들도정말오늘이시간이오래도록남을수있는추억이됐으면좋겠습니다。那么今天的这场粉丝见面会呢，对我来说我是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跟大家这样近距离的接触，也希望今天呢能成为每一个粉丝平生一生当中最美好的一段回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오늘짧지만정말너무나즐거운시간이었고요여러분들의큰사랑이있는한저희가정말자주보고자주만날수있을것같고요정말너무나감사드리고요늘행복하시고요귀하오감마오귀하오감마오알았어요那李敏镐也说今天我们相聚的时间比较短，但是我很珍惜这段时间，而且也是因为有大家的爱，我才可以这样经常的到中国来跟你们近距离接触，跟你们站在这个舞台上去见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一直都非常的幸福，每天幸福。而且最后李敏镐还嘱咐大家说不要感冒，不要感冒其实我刚才一直不忍心说出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的演出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对，但是我相信大家今天看到李敏镐是非常开心的，对不对？我们能不能现在用韩文对李敏镐说一句我爱你，好不好？同样他现在不知道我们还是我数一二三你们就喊好不好？一二三，那挺神的。我爱你。네여러분노래들려드리도록하겠습니다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曲，我要唱一首歌。听说这首歌呢是一首新歌，对不对？신곡이신가요？네신곡입니다。是一首新歌。好的，那接下来呢就继续把舞台交给我们的李敏镐，带来好听的歌曲好不好？ OK， 谢谢，有请。